那个零的氛围，零的氛什么零？其实还没有分清楚啊，还没分清楚。涂山鹑首次在 IG 开直播，近距离爱上你的好伙伴们安俊鹏、林嘉蔚和陈立安也力挺一起连线。傻眼，抓到，抓到，哎呦，傻眼！你不是说换我？马上抓住！我没想到这么快。哎，我把我第一次这样直播献给你，天哪！我在我家。相信俊鹏也是在他家，那腾腾我知道他在我家。嘉飞，腾腾是不是在你旁边？等一下去腾腾，腾腾他直接走进来，直接双人直播。Hello， 我们是很敬业的。下一次我跟腾腾我们双人直播 CP 直播的时候，你写的剧本我们就演出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这是有？回到自己身上了。我懂你那时候的感觉，我有点想道歉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后悔上次来我们直播间这样？我很抱歉，我真的抱歉。耶、yeah! ！新早 ，I love you guys。I love you guys 是英文。然后 Good night 是英文。新早，安更久，安更久，安更久。你吃饱了没？你吃饱了没 ？MVA，MVA， 嗯，好可爱。不止现实中的立案让善纯觉得很可爱，在近距离爱上你最新播出中，腾腾更是让立成迷惑啦。每次紧张就咬手指，多按几下，电梯也不会加速啊，真的很可爱。你刚说什么？我都忘记我有说我可以当零这件事情。然后那个喘气声，我就哇，这样子，那个零的氛围，嗯，零的氛什么零？现在还没有分清楚啊，还没分清楚，对、啊，我可以当零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是你。虽然大家都觉得我是零，只看完那个，没有我自己觉得哇，藤木人根本就是零。可是我觉得那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毕竟你是没有被下过药的人。等等。我记得当天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其实因为你从第一颗镜头就在那个情绪里面，对啊，然后那个被压在床上是很真的是很纠结挣扎的，所以我昨天心情整个晚上心情很差。为什么？你也记得那天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整个晚上大家都不太讲话，对吧？对啊，大家都蛮投入。对，就其实也不就是也不是怕打扰你，而是被你当下的那个情绪感染。哦，真的吗？有吗？嗯、真的真的真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就是很尽心尽力要完成那个画面，就是你的幻想嘛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就是包括强迫压上床跟幻想，哇，真的是拍得又美又好看。谢谢。就你把我推开的那一场戏，当下你是分开拍的吗？让开！真的，这是误会的，你是个畜生！啊！啊！这真的误会！真的，走开！你现在还要拒绝我的帮忙？你到底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？不要。哇，那个生气的感觉是我有另外一个自己跑出来，就是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要就是太用力的去摔你，因为毕竟啊，半天都没摔的话要赔钱的。对，你本身这么生气也会这样吗？其实我本人没有这么生气过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演戏有时候就是互相交，就是那个感觉是会传递的，就是因为我从外面进去。我就感受到你那个很痛苦的声音从里面这样子传到我的心里面之后，我就要捶门的那个心情是就是是很爆的，所以我算是第一个被你救出的人，对对对，也是，
对不对？相爱相杀，又救又骂。那大家，我们要睡前，我们两个跟大家说晚安喽。我们两个就去睡觉喽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单纯晚安，真的晚安，关喽，拜拜。